我们今天挑战的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原创的一个车技表演。今天我们要带来一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汽车特技挑战。在时速80公里的车顶，身高1.73米的我，用不到0.2秒的腾空时间，纵身飞跃由17个直径1.5米的火圈组成的长达4米的障碍，这对车速和起跳时机的控制以及团队默契度都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，稍有不慎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预备了，看没有？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女孩也开了个车，好像是。女孩也开了个车。好，你看你小伙子出来，哇，很帅。火也太大了吧！哇，这个火圈可这火可太旺了，好热呀！感受到热浪。钻火圈？咋钻呀？车过去，然后人在上面飞过去，是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会吧？那人落在哪儿啊？太吓人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开始了。哇，这太热，这热浪。现在有请梦想观察员和选手回到演播室。